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。演员上台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应该的。我们俩是来自重庆逗乐坊的相声演员。哎，我叫刘延超。我叫程世杰。您看今天通过刚才前几组这个选手的表现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呀？今天现场的朋友是真热情。哎，真是特别的热情啊。演员上台不需要要掌声啊，只要至至诚诚的给大伙儿鞠个躬，掌声自然就来了。再不抬头，呐喊声就来了。呵，再不抬头，钱就扔上来了。咱跑这要饭来了，开个玩笑，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，调节氛围。一路走到决赛啊，非常感谢我这个搭档。谢谢我，真的啊，我们哥俩关系特别的好。那是，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形容，哪一句？王八看绿豆，对上眼儿了。真的啊，各位，实话实说。就我作为这个绿豆来讲啊，你等会儿，你是绿豆啊，那我是谁呀？你挑。哎，我挑什么呀？我挑啊，就剩个王八。王老师这个人呢，谁是王老师啊？不是，我就说您长寿，长寿也不当那个。你看还急了，急了，这人没意思啊。怎么不明白相声的真谛？我怎么不明白呀？啊，明白吗？咱们相声就是批判和讽刺那些麻木不仁的行为，给大家带来欢笑。太官方，简洁点。那批判麻木带来欢笑，再简洁点，披麻戴孝。什么叫披麻戴孝啊？不是，没有这么简洁的呀，就是给朋友们送去欢乐。哎，那倒是。哎，我觉着啊，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地方应该再提高一下。什么方面呢？比如说我们这个服务应该再热情一点。这怎么提高啊？向其他行业学习啊。有一个职业相信在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。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大型影音设备与视唱空间场所快速消费品需求调查员。不是，这什么职业呀？ KTV 的服务员。嗨，你直接说服务员不就得了吗？人家多热情啊。啊，每回咱们一去的时候，你好先生，欢光临，本店现有清凉一下无限畅饮活动，酒水一律85折，有芝华士、人头马、百家德、麦卡伦、轩尼诗、摩根船长、奥美加、百味青岛、贝克喜利、雪花燕京、嘉士伯、矿泉水、苏打水、盐汽水、柠檬水、可乐雪碧、冰红茶、烤鱼片、鱿鱼丝、巧克力、爆米花、凉拌黑木耳、五香牛肝，随挑选。哎，学的还真像。你看人家多热情啊。啊，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。怎么学呀？比方说主持人啊，裘英俊老师以后可以热情一点啊。他也这样啊，一上台，你好，欢迎光临笑里相迎，我们这儿有单口相声、对口相声、群口相声、男女相声、评书快板、太平歌词，随挑选。这别不别扭啊，服务得周到。那是。再一个，我们演员自身也得注意。提高哪些呀？外形上得好。哦，大伙儿来的时候应该都看见了，外边有我们那个宣传照，那海报啊。哎，拍照你得会拍。哎，他会拍啊。哎呀，年轻小伙往这一站，大褂一穿，姿势一摆，啪嚓。怎么谁砍你一刀是怎么着？砍我干嘛呀？不是，您不觉着一个年轻演员就摆出这种动作特别尬吗？不是，我这姿势还尬吗？你这个姿势太舒服了。我没听说过这拍照还不能舒服着拍。你拍照就拍出那种浑身疼的感觉。不是，那真是让人砍了一刀啊。哪儿疼捂哪儿拍出来准好看。不是，哪儿疼捂哪儿就好看。就好看。头疼啊，你还是偏头疼。你管我呢。那牙疼，胸口疼，眉毛疼。哪儿疼？眉毛疼。有眉毛疼的吗？那个眉毛增生。俩眉毛都疼。我电死你。我。你电我干嘛呀？就说得注意外形。那是。但是更重要的啊，相声演员还得修炼内功。不是，什么是内功啊？基本功吗？哎，基本功我们打小就练呢。练什么呀？就是报菜名，满汉全席，刚才他们还背了一道一道。行，哥呀，咱这是在天津比赛呀。怎么了？这些都是天津观众啊。啊，
他们的报菜名背的都比你好。不是他们都会背？不光会背，那些菜他们可能都会做。那我怎么演呢？你不行啊，你来点有特点的。有特点？咱是重庆演员呢。啊，咱们给大伙说说咱们重庆火锅的菜名。那火锅的菜名跟满汉全席它能比吗？一样练功。我们这里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。我们有鲜毛肚、脆毛肚、千层肚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鲜鸭肠、鲜鹅肠、卤肥肠、卤煮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牛舌牛肝、脑花腰片、现炸酥肉、花鲢鱼头、什锦酥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让鸭子、极品毛肚、鲜牛黄喉、梅林午餐肉、香菜肉丸子。嘿，